滦平县位于承德市西南部，处于京津辽内蒙古交汇处，素有北京北大门之称。世界文化遗产金山岭长城就在滦平境内。金山岭长城是我国现存最完好的一段明长城，以其建筑防御体系健全、功能独特而著称于世，是万里长城的精华。万里长城，青山如绣。滦平生态环境优美，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是距北京最大的一处天然原始次生林区，尤其以天然白桦林保存面积最大而闻名。这里夏季平均气温24摄氏度，是避暑胜地，天然氧吧。啊，到这里来特别凉快，上来避暑，我副驾，我每年都带我女儿过来。从事林业工作已经30年了，森林旅游能够发展到这个地步，我确实感到很高兴。滦平是满族聚居区，满族风情浓郁。本期乡村大世界将带你领略美丽乡村河北滦平的魅力。欢迎收看乡村大世界。本期乡村大世界带您来到河北滦平的金山岭长城脚下。雄伟的万里长城中，为何金山岭长城有金山独秀的美誉？录制当天天气炎热，这些小朋友为什么穿起了羊皮袄？他们到底要给观众带来什么意想不到的表演？滦平朋友真是多才多艺，小小年纪的彭浩凭借天生的好嗓子要与吼破天一决高低，两人的唱功究竟谁更胜一筹？朝向如之子睿者我一心我，老北京绝活牛人冯文武带领团队用高10米的中翻展现霸王之顶，一指托天，各种高难度的表演。他竟然还能将160斤的大刀玩转自如，并用头顶准确的接住，在空中翻转了狮锁，这都不算绝，冯文武还能同时拉满6桩弓，绝对让您大开眼界。本期节目中，平衡牛人赖光勇不仅要展示他的平衡技巧，还要为大家展示他的铁嘴功，还能支撑起5层高的红酒杯。哎呦，人剑合一的称号可不是虚名。赖光勇还将为观众带来哪些惊心动魄的表演呢？更多精彩，更多好看，尽在本期乡村大世界，您可千万不能错过呀。喂，胡玉龙，你在哪儿呢？我这个乡村旅行团刚从北京出发。哎，你们滦平那边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好节目没有啊？不是，胡玉龙，我跟你说啊，我跟陆遥等你多时了啊。我跟你说，你有见过夏天穿棉袄的吗？啊？你有见过百步穿杨吗？哦，哎，你听说过什么叫珍珠球吗？嘿。跟我叫板是不是啊？叫板，我告诉你，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吼破天。啊！吓死你们！你这哪儿吼破天呢？你这吹破天吗？哼，还不服是不是？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人剑合一，天下无敌。你要再不服，我告诉你，我就跟你来条组合拳。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弯弓射大雕，什么叫关公耍大刀。傅玉龙，你叫板是吧？他不服啊！他叫板，他不服。我跟你说，傅玉龙，你别吹牛啊！有本事我们现场见，现场见。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乡村大世界》。等等，我没上来，你俩就开始啊？你上不上关我们什么事啊？什么叫管你们什么事？刘刚啊，哪人？安徽人。陆遥哪人？北京人。傅玉龙哪儿的人？河北人。这都是我的老乡，我回家了。不是你我不到，你们俩能开始吗？不是主随客便吗？我们客人等你这么长时间了。重来重来。
什么叫重来啊？听我口令啊！现场和电视机前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乡村大事件》。这就对了，在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河北省的滦平县。没错，而这个地方也是特别著名的，就在我们的金山岭长城的脚下。哎，金山岭长城啊，站在长城脚下主持节目，什么？哎呀，我内心那个激动啊！我禁不住知性大发。啊，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滔。万里长城永不倒，嘿嘿，千里黄河水滔滔。你这歌词儿，你这你做什么诗啊？诗歌嘛。你欺负我没听过歌是吗？我跟你这个叫歌叫诗吗？这歌词儿我也会啊，张嘴就来。来，万里长城啊。万里长，什么？长城两边是故乡。哎，我还有呢，这个不到长城非好汉，不来金山岭真遗憾。就这样的词儿，我能说到明年八月十五去。那你接着说，你接着来。不是，我们就等到八月十五，你说啊，说啊，弄不死你。我就听过这两首。不是你们这么说有意思吗？有很有意思。你们在这里又作诗又嘚瑟的，你以为我们啊滦平没有诗人呢？掌声有请王振华。多好，长城万里看金山，劲舞飞龙入海天，密布碉楼藏古迹，金戈铁马镇边关。好，看到没有，好诗啊，厉不厉害？哎呀，我终于见到了一个和我的创作水平差不多的诗人。老师吧，老师，老师，你知道吗？王大哥对这个长城特别特别的钟爱和了解。哎，那我听说咱们金山岭长城啊，这个叫什么？一枝独秀，它特别有自己的独特的特点。哎，为您就用诗来说一说，它到底有哪些与众不同？不到长城非好汉，不来金山岭长城。是遗憾。好，金山岭长城是我们万里长城最秀美的一段。它是气势磅礴，视野宽阔。敌楼密集，古韵悠悠，有挡马墙、障墙。还有将军楼。还有文字砖。还有一段是残壁是炮给轰的。我有一句诗说的是剑气浮云影，枪痕带月光。那段城墙在哪儿？啊，也在金山岭上。其实不用去看了，你看看刘刚，你就知道什么叫残缺。应该让刘刚。你是说我被炮轰了吗？对，就炮轰完就是这样。还有吗？那您既然是个诗人，能不能用作诗的这种方式向我们来推荐一下咱们这个滦平？哎，滦平。好，叫风姿古韵抚燕京，旭日冉冉。照滦平，云飞百草丛林马，酒醉星洲牡丹红，水木滨河如彩凤，霞披金山若舞龙，更有文明五千载，人杰何事不成功。好，多有气势。哎呀，真有气势。在这里人杰何事不成功啊，人家这才叫这个诗人才子嘛。对，我们一直有个愿望啊。什么愿望？就想成为四大才子。今天我们果然在长城脚下圆了这个梦，少了一位缺，补上了，补上了。那振华大哥就是我们四大才子之首。哎呀，大哥，久仰久仰，久仰久仰，大哥，大哥，大哥，好久不见呐。哎，三位小弟，哎，诗做的这么好，您作为土生土长的滦平人，在怎么样更好的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给我们来推荐？咱们这个滦平有什么？滦平有没有特色值得大家哦来看一看？滦平特色有啊。什么？夏天穿棉袄，走路一边倒。棉花滚是滦平独有的满族民俗舞蹈，
在表演时，演员要反穿羊皮袄，将棉花剪成眉毛和胡须贴在脸上，扮成棉花的造型，在打击乐的伴奏下表演，舞蹈动作欢快热烈，舞步顺拐是棉花棍最大的特点。棉花棍表演的主要意义在于庆祝丰收，期盼来年有好收成。录制当天天气炎热，这些演员全部反穿羊皮袄，真是辛苦他们了。先让这个我们可爱的宝宝们先把这个把衣服脱了吧，把这个衣服脱了吧，太热了。来，朋友们，先给孩子们掌声，鼓个掌啊！太辛苦了，哇，真的厉害！这叫什么棉花滚是吧？棉花滚，哎，挺有意思。那正好呢，我们2013年的新农民才艺风采大赛呢，现在已经开始了。那凡是有才艺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这个舞台呢进行展示。哦，而且呢，只要您参与，只要您有才艺，最终呢还有可能获得我们年度十佳。哇、哦！为什么叫棉花滚？哪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属于一种民俗，它也是属于汉族啊，还是满族啊？应该算是满族。棉花滚的特点是什么？嗯，特点就是一定要顺拐。哦。啊，都是顺的。还要有节奏啊。啊。哎呀，哎呀，路遥不错呀、啊，路遥。我有潜质。哎呀。啊。哎，既然你这么有潜质，哎，刘刚也不错呀、啊。我建议现场让先让孩子们下去休息，好不好？好啊，来掌声欢送一下，谢谢宝宝们，谢谢谢谢。既然呢，刚才这个你们两个模仿的这么像，就不如在现场啊，我们给刘刚和路遥也穿上这个漂亮的衣服，让他们俩索性来一个就是在地下滚的那个动作，好不好？谁给做个示范？好，三个人看好了，哎，滚！你说什么呢？刘刚，滚！行，好好好，谢谢老师，快点！哎哎哎哎！我怎么感觉像两头北极熊在求偶？我们也感谢三位表演者，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真的太热了。所以说这民俗啊，真的千万不要什么时候都学。哎，而且但是你说到民俗，在我们滦平它是一个满族的聚居区、哦、接下来让你们欣赏一下正经的满族文化。真不错，哎，这刚才唱的是什么歌啊？嗯、这是一首喜歌，反映出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哎哎哎哎，能不能给我们这个教一教我们满语？比如说、教一两句，你好。西塞运。啊，西塞运。你好的意思。你好的意思啊，还有什么您能教我们的？比如说咱们祝福吉祥如意的，嗯，可可萨布库，可可萨布库，喜三运可可萨布库，喜三运可可萨布库，喜三运喜三运喜三运，谢谢吗？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
这个刚刚学了几句这个满语啊，有意思。哎，我跟你讲，实际上满族的语言对我们普通话的影响，就是词汇量来讲，它有做了很大的贡献。你现在在这里千万不要说你普通话说得好，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滦平啊，是我们普通话的语音采集区，那就我就没来错地方，是吗？我们主持人都应该经常来滦平，来把我们的这个语音呢更标准。哦，说实话，在滦平还有很多值得看的特色。嗯，想不想看？想看，那就一起走去看看好不好？走。滦平生态环境优美，旅游资源丰富。滦平境内的金山岭长城有着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美誉，那它究竟秀在何处？金山岭长城是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督建的，它依山平险，形态雄奇，构筑精巧，形式多样，是长城其他地段无法与其媲美的，被专家认定为明代长城中最具特色的一段，可谓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号称有五绝的金山岭长城，究竟绝在军事防御设施，还是绝在建筑工艺呢？长城主体墙内筑有的横向障墙和敌楼下面的挡马墙，都集中体现了金山岭长城完备的军事防御设施。万里长城中唯一的文字砖墙和唯一一幅保存完整的麒麟隐蔽图，被称为另外两绝，充分证明了金山岭长城的修建已达到长城建筑艺术的巅峰。滦平平房乡的十八盘古驿道长约100公里，绵延曲折，共有18道弯，当地人称这段路为十八盘。即使年代久远，仍能看见这条路上深深的车辙印，它见证了宋辽百年结盟的历史。滦平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具有华北保存最好的自然植物群落，是距北京最近最大的一片原始白桦林，这里植被茂密，夏季凉爽，曾被作为北京奥运会牡丹、芍药的繁育基地，是名副其实的避暑胜地、天然氧吧。滦平独特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是滦平旅游发展的亮丽名片。你们给我介绍的当地的咱们这个滦平厉害吧？特色厉害，好不好？不过您的服不服啊？万里长城入云间，小姑娘唱歌吼破天，有请吼破天郑爱琪。有请。我爱你中国。
你这个吼破天呀，真不错。但是啊，俗话说得好，啊，万里长城入云间，自古英雄出少年。在我们栾平也有一位少年敢挑战你们的吼破天，相信吗？不相信。有请彭浩。In my dream, children sing a song of love for every boy and girl. The sky is blue and the fields are green. The laughter is the laughing of the world. Stairway and now I see.叫阿姨好。我长得有那么老吗？他们两个都唱得这么好啊，咱们就现场让他们两个啊比较较较比比比一比，不是比比什么高音吗？你也敢呐、啊？你找来这人跟小孩比，输了多丢人啊！不，她是女生，她本身声音就高。她小孩童声本来也高啊，童声跟女生同调，所以他们两个比火拼，我们在一边看着高兴。哎呀，你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呢。对这个。行不行？你们会的歌很多吧？是很多。你看，你看，不怕啊！刚才尤其是刚才这种满语歌唱的特别好。什么满语歌？人家唱的是什么法语？啊、不 是, 是德语。英语。英语歌唱的真好，真的好听。啊、来，挺好听。每个人选一首歌里边最高音的部分，一句，哎，就看谁能把谁比下去。来，你先来。来。亚拉索，那就是情。这句有点意思，哎，挺高的，唱来啊、小同志，该你了。那就是青藏高原。好，听到他唱的这个声音，我想起了我十几岁也是唱的这么好的。这么比啊，我觉得没有可比性，很难比。他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你这样就你俩认为是各自擅长的歌，咱不唱同一首歌好不好？有没有？你先来。小伙先来。他先来吧。好，你先歇一会儿，真聪明。而且这个有点意思，给你们的这个小朋友一次机会。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实话，比不出输赢的。对呀、啊，所以说我们三个在这儿比半天，真的有点二。好，那我掌声送给两位，谢谢，谢谢你们啊。说实话，在滦平还有很多值得看的特色。嗯，想不想看？想看。那就一起走去看看好不好？走。他是动漫设计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沙画是他的特长，但他放弃去大城市发展，却选择到乡村自主创业。上大学的时候，你就做梦都没有想过自己以后会来从事养殖这个。他因为爱情扎根乡村，不但收获了幸福，还趟出了一条致富道路。人家自小从市里长大，跟我到农村里来，第一不容易，第二就说我能干什么，他就跟着干什么。吃苦这方面的不用说，他运用新奇的养殖柴鸡技术，让身边的村民大开眼界。他们两个养鸡呢，给鸡吃蜂蜜，又给鸡听音乐，真没听说过这种养法。他养的鸡也行啊，长得不赖，挺好的。那个跟别的鸡很不一样。善于接收新鲜事物的焦省，在养柴鸡过程中总是大胆运用新技术。像这羊骨头呢，是我一个亲戚跟我提到的，然后我都把它用在里边了。总之吧，我是从网上看到的。公鸡吃了它，不仅毛色鲜亮，而且它的肉质会特别好。母鸡呢，可以增强它的产蛋率。这还是蜂蜜，鸡吃了它可以增加它的维生素含量。他每天给柴鸡播放优美动听的音乐，让它们在山林间闲庭信步，自由生长。前些年吧，你就投入差不多就是四五十万，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回报，没有挣钱。但是从上年开始，我这年收入也十几万呢，我感觉我相对来说比较满意了。哦，怎么样，飞龙？怎么样？你怕了吧？我一点都没怕呀。你没怕，我们也不怕。我跟你说，你还旅行团还有没有更绝的啊？又来劲儿了。万里长城，万里长，哎呀，万里长城，万里长，两句一样的呀。这个舞台他最强。我今天给大家找的这位啊，就是他的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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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就在长城上当兵，那就是祖爷爷。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是谁？你自己算。啊，有请我的旅行团团员。哦，好，哎呀，太绝了！哎呦，还在滑动，还在滑动。哎呦，他这杯底儿一定有槽。对，这杯底儿一定有槽。有没有槽不用这样检验，你往刘刚脸上一问，如果有一道印儿就是有槽。没有。哦，又掉过来了，大头朝下，就掉过来，相对就简单多了。哎，依然可以滑动。哎呦，哎，而且它是放在刃上，刃很薄的。对呀，你看它那个接触那个面积是非常非常小的。啊，这只是雕虫小技。哦，放了个球，不好掌握平衡了就。球上放杯子，你疯了！哎呦！哇，又把一层。哎，哎，这是要干嘛？哦，还要放一层吗？哇，够不到了。它这个设置基本上是按照这个长城的烽火台的构造来码的。现在有，越加一层越不稳定。对，关键它胳膊的长度是有限的。怎么可能做得到？还要放？他是自己摆的，胳膊不够长呢。这如果摆不好，摆歪的话就很危险了啊！哎呦，怎么样，朋友们？哎，你有没有发现他的脖子往下缩的时候，胳膊会伸长？
哎，据说掌声热烈，他可以马到明天早晨。啊，对，妹妹，嚯！观察在侧身的同时，还得保持平衡。对呀、啊，我觉得他整个骨骼都在变形。还要棒、啊，都跪下了也没人鼓掌，你看看。不，关键是你带哦，这是别人放的。对，哇！哎呀，鼓掌！还要动，哦、哎，呵，哎呀，哎呦，滚到哪边哪边有掌声。哇！你看这脚尖绷的有多直！哇！哎呀，当他滚过之后，这个地面好干净。掌声尖叫声！告诉大家，叫什么名字？赖光勇。赖光勇，就是说他表演的的确不赖，他不光勇敢，还不赖。你有本事你拿你绝活来，你不要拿这些东西来糊弄小孩。还有没有更绝的？我想在长城脚下，长城旁边挑战一下我的那个拿手绝活。啊！要用气球，气球是最不稳定的。哎，这个难度相当大，因为气球它不可控，它那个重心很难把握。没有，虽然气球飘，但是它那个瓶子上面有重量，压死了。那你趴在上面重量更大。我趴上面还飘不起来啊。哎哎，还在颤。哇哇哇、哎、太厉害了、哎、呦，绝不绝？好厉害了。我没有看清楚啊，这个啊，我忘记了 sorry 我忘了，刘刚啊是这个近视眼10000多度，他没看清楚。我还看不见。重来一个，好不好？好，我试试吧，因为每次对我来说都是挑战。如果再成功，掌声要持续10秒；如果失败，持续15秒。啊！而且他会在这个酒瓶会在上面抖，哎，你看气球会颠。现在只是成功一半。哇！10 9 8 7 6 5 4 3 2 1！掌声感谢赖光勇，太精彩了！但是，嗯，我接下来我们也有好的节目来对阵你们。嗯。啊！你有完没完呐？万里长城万里长，下面唱歌的是小姑娘。下面上场的这个小姑娘名叫汪妍。我今年15岁，唱歌是我最大的兴趣，每当唱歌的时候最快乐。可是爸爸不喜欢我唱歌。在乡村大世界的舞台上，她能用歌声感动父亲吗？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and springing out the door. Finally, I can see you crystal clear. Go home and sell me on the law and your ship free. See how I live with every piece of you. Don't underestimate the thing that I will do.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and springing
个小妹妹啊，她之前我听过她唱，她今天可能有点紧张，我觉得在上面高音的时候有点飘，唱得这么好。但是我听说你爸爸不支持你，是有这回事吗？有，因为那个我一唱歌学习就下降，然后我爸特不支持我去唱歌。你爸爸来了吗？来了。在哪儿？来那儿呢。明白，不老乡亲下午好。好，那个刚才唱的这么好，我觉得他真是的嗓音还是有条件，是有天赋的。对啊，天赋的。那你作为这个父亲，作为爸爸，为什么不支持？对啊，你应该去培养，你阻止，你就说良心话。嗯啊，因为我也是怕他重蹈覆辙，因为我在小的时候，在他的年龄，在那唱歌老好听了，那什么六一儿童节了，五四青年节了，吹吹啊，吹什么街头什么唱了，永远是第一。汪朝辉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从小就喜欢唱歌，但他一直就没有实现自己当歌唱家的梦想。他害怕自己的女儿因为唱歌而影响学业，他是如何阻止女儿唱歌的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那既然你小时候唱那么好，对啊，这遗传这也是遗传给女儿了，你为什么不让她继续把你小时候没有完成的理想能实现呢？我当时心里也特别矛盾，因为啥呢？我在当时发现孩子会唱歌的时候啊，我特别的激动，啊，我在他身上，我寻思比我唱的还好，有这么好的音乐底子，我是培养呢还是不培养？当时我的心特别的矛盾，爸爸担心孩子爱好音乐而耽误学习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孩子有梦想，作为家长也是要鼓励的。那你说作为父母能不着急吗？现在这父母都是望子成龙的，对吧？那如果说你不让他学，将来你埋没了一个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你不后悔吗？是，这就是矛盾所在。对呀，反对你唱歌最严重到什么地步？就有一次写作业听歌，然后他把我耳麦给扯断了。你写作业听歌，要我也弄死你。你比他爸爸还狠。开玩笑，写作业听歌，你到底是学歌还是写作业？这你是碰上一个好爸爸了。你假如碰上刘刚这样的爸爸，来，你们俩演一下，你们俩演一下。假如说现在你戴着耳机听歌呢，来，干嘛？你干嘛呢？你爸爸还是个男高音。笑。你干什么呢？你写作业还听歌呢？写作业呢？现在你听歌干嘛？刘刚啊刘刚，你这样教育孩子是不对的，对孩子要有耐心，不能简单粗暴。电视机前的父母可不要学刘刚啊。什么笑你孩子？那我孩子打起来。哎，就是虽然说父亲当时反应很激烈，就跟你刚才刘刚这反应差不多，比这个激烈的多，但是现在好像又有点支持了。就是您是怎么想的？到底我觉得您这个很矛盾啊，又把女儿耳机摔了，然后现在又支持她，您这到底是怎么想的？在当时的时候啊，就说因为我做比较过激，因为新时代的孩子嘛，跟父亲必定有一跨一个年代问题，因为我是70后，孩子是90后，差两个时代呢。对，因为过了2天3天吧，然后我做了一下思想斗争，我感觉我应该向孩子赔礼道歉才对。你的梦想传达到了孩子的身上，你的基因留给了他，所以导致他这么喜欢音乐。既然你刚才吹了半天了，我们呢今天要不要听一听？想听吗？哎，谢谢，我们四个背对着你，好吧？好不好？如果你的歌声感动我们，我们会转身的。既然没有椅子，我拍大腿。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他，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真捧场，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来这春天。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
春天里，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依然像当时温暖的模样，我剪去长发，留起了胡须，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是我感觉却是那么糟，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在情人在夜晚在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你把我留在这春天里。如果有一天我悄悄然离去，你把我埋在这春天里。哎呦，所以说你不要再阻止女儿去唱歌了。女儿比您唱的好多了。对，其实你可以用歌声，来打动她。对，关键是要安慰爸爸，得唱什么歌呢？希望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些换你岁月长留。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我而担心吗？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好，哎，看女儿流泪了，对不对？今天多高兴啊！我觉得这个眼泪更多的是一种感动，这个喜极而泣，高兴的，对不对？那咱们送她一首诗吧，《万里长城》，万里长，听着耳熟，他说好几遍了啊，你是一个好姑娘，没带运上，只要有梦就去闯，哦，不怕路上有多少大灰狼。大灰狼，好，心有灵犀啊，哎呀，承让承让。今天呢，为了这个对这一对啊妇女精彩的表现，我们送他们北汽威旺汽车车模两辆，谢谢。希望你们开回家去。对，我们掌声欢送这一对妇女。好，谢谢，谢谢，谢谢，祝福他们。谢谢，谢谢。我说实话，我跟你讲，真的不是我吹牛，你看我们的人多厉害。对啊，吓得桂龙都不敢来了。而且有绝活还有感动。对呀、啊，我跟你说。哎呦，哎，这位关，这位壮士，这位关公，关公，你脸怎么变黑了？这个。这个有这么重吗？你试试。来，猪八戒一般是用爬的呢。啊，不会吧，翻不起来吗？加油啊，八戒换刀了。这谁给配的音乐？这是，哎呦，哎呦，哎呦，小心地砖。哎呦，看看刘刚的脸现在是什么色儿，还要转还要旋转。哎，我带来了一位金山岭第一勇士，朋友们掌声有请。有请，金鸡独立，有不服的可以上来，走个过场，走个小圆场啊！嗨，哦，单手，哇，哎呀，好厉害，好厉害！哎呦，左手，
啊，好像奥林匹克那雕塑。哎，他最后一个动作不是把刀扔出去？哎哎哎，好，哇，好，好，好，哇，哇，当年关公用的应该就是这招吧？对呀、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啊。哎，哈，好，哎呀，轻点，轻点，轻点。手哎呀，好疼啊！大哥，怎么称呼您？我姓冯，叫冯文武，知道了吗？冯文武，文武双全，说的就是他。这个大刀有多重？这有120斤。哎呦，还有沉的呢、哦，还有沉的呢。哎，就将近200斤左右。将近200斤，哎，因人而异。好，那接下来给大家来点什么绝的？这是其中的一项，嗯，弓刀石嘛，考取武状元的势力项目、嗯、哎，下面要给展示什么呀？石锁。呵，呵。哦哦哦哇花样嚯嚯龙腾虎跃啊哎呦还有什么更出神入化的乌龙搅海哇哎呦漂亮哦难道是真的哎呦、哦哦、还用鼻子顶着我以为他用头接呢。哦哦，漂亮漂亮，哇！哎呦，哇，哇，我看看。哇这个很难啊哇嘿啊帅好的我觉得我们说什么都没有说服力对就直接给他展示更绝的让他心服口服好嘞好不好对哎这是小的还有高的啊还有高的哎有矮的有高的什么高的10多米的打中翻哎呦哎这我这几个徒弟啊哦来传一传近点凡是在中翻直径范围内的都小心啊打了砸是打不着砸了就没轻打哎这不叫练叫活动活动溜溜手腕溜溜手腕没错哎活动活动热热身啊哎大哥也是60多岁了啊练中翻讲的不光有力量还有技巧没错、啊、来下一个好把式好是把式全凭架势好维系一点啊没有架势、哎、为了大家的安全不叫架势好这叫霸王举鼎这是练中翻的开门法这就是朝天一柱哎往下一落叫二郎单山哇、哦、二郎单山中翻是从简单到难啊好注意啊注意看他的啊一个金哎把一个大拇哥给挑起来啊压剑哦哦哦哎呦啊你看这大高个儿的好这大高个啊哦啊这叫怀中抱月怀中抱月呀好好这边来一个啊车轮车轮啊哎来一侧手翻大中翻哎呦啊这个不近点啊后边的同学注意啦我发现后面有同学都开始摆奥特曼了哎哇好好下一个好，这叫前后背花，哦、帅，漂亮，帅。还有什么更叹为观止的吗？搁、哎、地下用踢起来，好，搁地下踢起来。哎，这怎么踢呀、啊？啊，哎，这叫踢毽上脑毽。对，怎么踢你自己看。小一点，鼓掌，鼓掌。走你，好。刚才得看着啊大家都平常看得见的哎哎给你得练点绝活平常就看不见的哎好一指拖天太绝了霸王举鼎多大劲儿的大拇哥二郎单山
我。小虎哥站下来了，哎呀，小虎哥哎。下巴颏最软的地方，哎呦，铁下巴呀，帅，漂亮，哇，哎哎哎，漂亮，嘿嘿嘿，好，漂亮，帅，哇哈哈哇哈哈，不错不错。接下来请问师傅还有何绝技呀？还有何绝技？哎，刚才您说了啊，弓刀石，还一弓啊！万里长城永不倒，看我弯弓射大鸟。何为硬弓啊？就是老秤，九斤十二两为一个劲儿，八个以上为硬弓。咱这把弓有一百多个劲儿啊！俗话说得好，唱戏得好嗓子，拉弓得好好膀子啊！没错，对，哎，哪位？在家打过您踢个腿，你看上来试试啊？对，现场。现场我们挂挂练，不是，关键是师傅你能拉多开？练练弓有个标准，好不好？何为拉开呀、啊？叫弓开如满月，这拉过脖子，这算是拉开了。拉过脖子就可以是吗？对对，这胳膊直了。好，哎呦，哎呦，力量好大好大，哎呦，好大，开了，脖子过去了，开了开了，试一下啊，来，别撒手，别绷着手。哎，对，别撒手啊，大家鼓掌，耶。哎呀，好像后羿哎！哎呦，好了好了，试一下啊！大家也鼓鼓掌！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呀，你那表情好狰狞啊！哎呦，他的表情，他你这不是拉弓，你这是自杀呀！我这膀子来，有请文武兄。啊，目标刘刚。哇！哎呦，目标路遥，目标月亮，没有箭射空中掉下来是你，好、哦、还反了，反了，哇！哎呦，好、哦、又加一把，哇！哇这个拉度拉劲儿非常大了，这是硬气功啊，硬气功。哎呦，啊，漂亮！你看人家文武兄根本没有喊啊，六张弓，这自重的分量快一百斤了都。哦，这是几张弓？就这六张弓自重就一百斤了。哇、哦、呀，人家要放到古代那就是武状元呀。他这浑身的肌肉都得要够那个。在古代科举考试中，分文状元和武状元，弓、刀、石是武状元的必考科目。冯文武果然了得，如果在古代，他一定是名副其实的武状元。掌声送给文武兄！哎呦，太厉害了！怎么样？我说我们金山岭长城第一勇士，这个称号不为过吧？最热烈的掌声响起来，送给文武大哥和他的。好，谢谢。徒弟们，哎呀，我都崇拜我自己。怎么了？你就你看我们这个乡村旅行团，个顶个的是身怀绝技。你像刚才这武林高手，停啊，金山岭长城第一勇士，停你不服你拉弓我看。什么话？还真听话。不是，你真的，我觉得你太嘚瑟。我这是嘚瑟吗？真功夫还用嘚瑟？我跟你讲，你这些都是花拳绣腿啊。不具杀伤力，这还叫花拳绣腿？我跟你讲，我要找来的人那绝对充满杀伤力啊！这是发现敌人了啊！受伤了啊！死了，这我们队友，这叫挂了，挂是个什么呢？这死了挂了，你这三声听着是很惨的，我觉得这叫就义了。哎呀，一样，你要干嘛吧？你这三声，不是你们都啊半天了，我总得把它啊回来吧。来来，啊回来啊！你们每啊一次，大家都鼓掌，那我不得多啊几次？哎呀，这，对不对？啊！
万里长城云飞扬扬扬扬扬扬，满族的姑娘娘娘娘娘娘，你为什么看着他？要上场，有请。哎呦，你这还带着枪上来的？大家好。你叫什么名字？程磊。怎么回事？您这端着武器就上来了？嗯，这个是民族标准弩。他参加过全国的比赛。嗯。对，我参加过咱们那个民运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哦。而且拿第几？我们是当时是第二名。就差一点的第一名了。哦，一共三个队员参赛。对。拿第二，什么三个？这个不错。这个现在应该还是管制的呢，就是我们不能轻易拿出来。今天确确实实特殊情况，嗯，外敌入侵，就是拿这对付你。这样的身法啊，一下破过去了。这个是指哪打哪，指哪打哪。对，不是打哪指哪。来来来来来，刘刚抱西瓜，分不清哪个是头，哪个是瓜。我跟你讲，这个才是具有绝对杀伤力的。那边那边那边上注意啊，射西瓜。哇，好帅，多帅！哦，刘刚小心。音乐停止，屏住呼吸。啊！啊！正中瓜心，可以喝瓜汁，可以喝瓜汁。刘刚，我觉得要是这么大的目标，可能现场的和电视机前的任何朋友都会说，哎，这个有什么呀？但他射的是西瓜的中心，哎，你说什么意思吧？目标太大，这样。我们现场换一个面积小一点的，来一罐可乐好不好？看能否一箭穿心，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哇！刘刚，刘刚喝可乐，喝可乐，刘刚喝可乐，没了！哎呦，射没了，射没了，可乐罐被射成这样，所以这个真的是威力很大。我觉得还是面积稍稍有点大，我现场能不能来一个苹果？你如果把苹果籽儿射出去，算你有本事。这那个是你要的苹果，对不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是你顶的。哇！没事，他如果射不到苹果，会说 I'm sorry 的。他如果射不到苹果，我就永远的 sorry 了。sorry 了。来来来来来，苹果，屏住呼吸。好，还没有上这个箭。好，磊磊能否一箭击中苹果？这将是决定他成败的关键。如果这箭射中，我们就会百年好合。啊！哇，厉害不厉害？厉害！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女侠陈磊。磊磊，哎，谢谢，谢谢，厉害吧？满足姑娘程磊的射弩表演，弹无虚发，百发百中，真的令人佩服啊！滦平的民族竞技项目除了射弩还有很多，珍珠球就是其中一项，让我们一同感受一下吧。Hello， 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滦平县金沟屯镇，云盘山村，它是一个满族的聚集区，是可以说有很深厚的满族文化。今天咱们来这儿呢，要体验一下满族一个传统的比赛，有游戏项目。对，手球。哎，手球？你看这像手球吗？明明是排球。哎呀，排球吗？不是，肯定不是啊，因为这球上写着珍珠球。谁能说跟我们说呀？哎，这没有了解。对，这个珍珠球呀，是从这个女真人。在采珍珠的时候，利用他手中的抛网抛这个球，哦，预示着来年抄到的珍珠能多，哦，更多。但是他为什么要有两个人拿着拍在这呢？是以为打乒乓球的是吗？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珍珠是在镉棒中产生的，镉棒是为了保护珍珠，所以珍珠球玩起来的时候会用镉棒这个壳。竞赛中，一人拿网捕球，对手则拿象征蚌壳的木拍截球。双方对垒，如果球投入网中就得分。对，哦。这就算得分了，对不对？对，这个跟篮球唯一的区别好像就是网子是可以移动的。对，篮球的框不会动。可以比赛了吗？对，在比赛之前我们队员要热身一下。哦，怎么热身呢？热身呢？也有几个队员可以展现一下才艺啊，小才艺绝活是不是？对，还有绝活，就是运动之前先亮亮功夫，震慑震慑他们。对，互相展示一下。咱们队有没有绝活？我没有。
这样，你不也打篮球吗？你防守。这人呢？我感受一下。有什么绝活的？我们这里有一个二跪摔跤。二跪摔跤。对，二跪摔跤。是两个人跪着的摔跤。哦，一会儿您看一看就知道了。好。这是我们本村特有的一项运动。二跪摔跤相传始于清朝康熙年间，由满族的传统民间体育竞技桥相扑演变而来，承德人也俗称为二跪摔跤。它是集体力智力于一身的表演性民俗，表演者在道具围姿的隐藏下，以双臂双腿模拟二人摔跤，用勾、摔、扫、滚、爬等武术和舞蹈元素做收脚互摔的动作。二跪摔跤观赏性强，深受当地朋友的喜爱。比赛之前还是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吧？咱们先客气客气。是。你们有什么想客气的？我特别想客气，我送你由北汽威旺提供的车模礼品。哎，收下。啊。谢谢。这个车模非常的好。礼尚往来，我们也有一份礼物，是由我们安徽省霍山县鸟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提供的茶油，东感茶油啊。对。哎呀，谢谢。希望你们能够保持身体。对，身体越来越健康。好吧，那咱们就场上见。一二三，一二三，加油！珍珠球是满族朋友传统的体育项目，它来源于满族的生产劳动，采珍珠。竞赛是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竞赛项目之一。珍珠球比赛器材简单，场地的选择也不严格，具有广泛的群众性，适合在山区和农村开展。至今，在滦平的很多满族村屯仍有开展这项体育活动的习惯。珍珠球比赛不仅要求队员具有良好的个人技术，还需要队员之间默契的配合。刘刚、路遥能表现好吗？可不要拖后腿呀！比赛紧张激烈，刘刚、路遥得到了不少收获。虽然出了点汗，但是一点都不热，就是小风一吹很凉爽。对，这是一个避暑胜地嘛。而且这珍珠球真的很好玩，对，就是第一次玩我就迷上它了。就你每抄一网上，你就特有成就感。对，而且它就是体验民俗的同时，也增进了大家那种感情。希望大家都来，滦平欢迎你，滦平金沟屯也欢迎你。太棒了，厉害吧？哎、我真的，我从心底我佩服我们这个金山岭的这儿的朋友们有这么好的绝技。嗯，而且呢，不光有好的绝技，我们金山岭呢还有非常非常感动人的乡村好人。2013年8月，我们在滦平县的山前村找到了这位乡村好人邵连和，他今年已经62岁了，无偿的为村民们服务将近50年。现在各位同志，现在要开始打了。咱们站，村边道旁的喝的东西，马上给盛出来，别耽误事啊。他是村里的广播员，村里的大事小情、上传下达的事，都从他这儿传达给乡亲们。他的确来说是能人，你要求点啥、干点啥，我觉得他挺痛快。你这有什么活都找他，我就叫万能哥。万能哥是村民给邵连和起的外号。因为村里的活没有什么是他干不了的。王凤霞，哎，报纸了，哎，来喽。
哟，帮我看一下信，这是谁的？看这谁的啊？哟，这不李桂花的吗？李桂花就给李桂花送的。他担负着全村400多户人家报纸和信件的投递。因为3岁时的一次意外，少联河不幸失明，可是村里的每一个地方他都能准确地找到。这乱七八糟活呗，给人干钢筋活，勒套子。走进少大哥，我们才感觉到他的万能。你最近忙不？帮我家修电视，修车子啦，修水泵啦，接过线。人家不敢上来他都敢上，啥都会。小到修理家电，大到修屋盖房，村里的家家户户都离不开他，他也从来不收人家一分钱。村里人盖房子也都找他，请他帮忙做预算，采购建筑材料，从来都不会出现浪费材料的情况。在村里，只要是跟生产生活有关的，涉及到技术方面的，少联合都无所不能。正当这时，邵大哥的电话响了。哎，在这儿呢，围钢筋套子呢，有啥事啊？行，等我这点活弄完了，我就过去，马上就过去修去了。没，还有别的事吗？没别的事，挂了吧。好了。好了，好了。上来个啥情况？修水泵。谁找你修水泵？对。你这一天老忙了。哎，凑合着混，干着玩呗。你给我瞅瞅我这水泵，不知道啥毛病，浇不上水了。拆了看看。拆了看看，啥毛病？烧了，整圈烧了。你来闻闻这股糊味呗。我感觉这是给大家伙解决一样，我是心里宽敞一样，好像我心里多出一条路似的。人家呢也高兴，我也高兴。这万能哥名副其实，这我们村里人真厉害，打好了一个。哎呀，今天来到我们滦平，真的是发现我们滦平是个好地方。而且呢，在这里呢，我们也领略到了金山岭长城的它的这种雄伟和壮观。是，哎，真可谓是万里长城尽善独秀啊！漂亮。而且这里，我跟你说，森林覆盖率很高，负氧离子又很高，空气很清爽，让人在这里呼吸都感觉很宽畅。特别舒服，而且我们更关键的就是体验了一下这儿满族文化的特色，并且认识了很多滦平有才艺的农民朋友们。最后我们能不能合作一下，共同来两句呢？那你起个头吧。万里长城长万里，美丽滦平欢迎。